世界的各国元首啊，做得好就是跟世界结好缘，对不对？人人都会感谢他，来世生生世世都得福。做得不好，他耽误了，葬送了全世界，他来世生生世世还不完。所以当元首不一定这辈子当元首，下辈子不知道当什么去还都还不完的时候，又何必把人的命不当命，后面要付出代价，那真的是做牛做马，怎么还哦？但是怎么现在都没有人会怕，我就不懂。就算这个以前这个啊，这因果故事这些书不知道都读到哪里去了，像全世界没有人在怕的，真的没有人在怕的。闭着眼睛乱讲一通的，闭着眼睛乱搞一通的，是不是？不管是哪一国都现在都长这样，都长这样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帝要确实执行的原因。人很难教了，现在是不是？所以直接拖出去快一点，这就是当年Frankie讲，跟他讲理，投胎快一点，这是Frankie讲，不是我讲。我当时也是满头雾水。还说：“哎呀 ，Frankie 啊，你怎么那么不仁慈啊？我们可以教嘛，是不是？”他说：“你错了，拖出去快一点。”那时候我还满头雾水的问号。几年后的今天，对于我在看这全世界，还真的他讲的是有道理，不是没道理，还真的有道理。现在的人，他随便就可以给你辩驳，有没有？好像大家都是辩论班第一名毕业的。他怎么样都可以给你变，黑的讲白的，白的讲黑的，但是为人类有带来什么好处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但是人类却在这样子的大家自我高涨的情况下，人类在大家心连心手连手的正在往地狱大门迈进，就这样。所以我在说，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，不知道多少人没了。那不是升天吧？那应该是一起去地狱了吧？比较快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时候才说我们怎么不推动爱与感恩？就这样。